这个我来抓。还有杜比，等一下，我在抽奖，你先让我抽完，我刚打完，我刚。哦，哎，木木在那里很厉害。等一下，他在。你先敲，你是从这上面跳下去的吧？木木，那边玩家应该不行，玩家会摔。哦，楼下喽！不能下楼，不能下楼！不能下楼！哦，睡哦，几月？下去了！你干嘛一直又回来看我啊？这边几月还活着？几月还活着？薛英还活着，都比甚至都比都还活着啊！大家在哪里呀？还有哎呀，那个是不是怎么上去的呀？我怎么觉得都是从那个冲倒啊？有人露屁股？这个是哪里呀？哎呦，看屁股！对啊，看屁股！那个有人还在中间，有人还在中间。薛爷爷，薛爷爷，可是那个是就小房间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就是。安迪手好短啊！安迪，我有粒子效果，我抠了要粒子效果。你这样很像小西瓜。安迪，他那是兔子。嘿，小西瓜。哎，小西瓜，哎，我发现你的隐形，它只是脱妆而已。哦，有料，它隐形只脱妆。对。这什么？嗯，好废啊！阿乔，我要来了！哎，又来了！太嚣张了！还有杜比呀！还有杜比呀！我来了！还有杜比呀！我来学一下这树怎么上好了。刚按没有按没有那边，按没有那边按钮。还有杜比呀！哎，阿乔下来了！阿乔下来了！哎呦！啊！签名啊！嚣张太久了，还有五十秒，签名。我们玩家是可以打的吗？欸、可以哦。所以刚刚角落的那个、哎、角落的一个有火的房子，这里就是这样子打的。签名，有人看到多比吗？在角落房子，要怎么去啊？不，没有看到，你没有看到。哦，卡！这个怎么上去啊？好冷啊！从外面，从外面。不要啦！不要啦！你先下而已。从外面。从外面是哪里啊？从外面。没有人要到签名吗？要不到啊！不见了！阿乔好难要啊！中间，不见了！一，几月？我弟，我以为你们抓到哎！几月？差一点啊！啊！哎，那个点我以前不知道，没想到那个点原来那么多人都知道。还有一个炮弹可以传到树上，很简单的传，嗯，然后又可以走到那个屋子上，就会觉得好像从别边来，嗯，很像从那个空岛那边过来。对，哎，这张还有谁没当过？我还有人吗？那杜比在上，最后当的，你要把这个，哎，最后是，还有谁想当这张的？我，好，去点，木木来，大声点讲出来。哎，木木其实很强哎，我可以把钱给你啊，钱没有用啊，我要服了。你要服了什么？所以刚刚有人在那打 打僵尸是你啊？就是我啊！我帮他打、欸。我抽完东西，甚至好像没什么路了。弗洛在哪？嗯，这里。好了，帮你打。其他其实都还好了。想一下啊、喔。玩去玩那个好了。他怎么选？没事，我们倒了就算了。就是靠近，然后点那个。哎，当鬼还不能。东西，杰克就会招募。我刚刚当鬼还想要拿东西，选职业，你的鬼队友要选职业哦。你就选最平凡无奇，然后会发光，就是选那个幽魂。然后东西拿到会有三个道具，然后有选了就代表 OK 了。你们都来这里玩。中 Q 的，这里感觉会短命哦。啊，短的啊，这应该回指令区才是。我先发光哦。啊
有一个阿峰那个啊，你多少了？我只有八个。大楼太多人了吧？这大楼怎样？对我们来说太难打了。那你恭喜你通关了，恭喜恭喜！我们都去新的点位啊！停下！我停了！你没看到我停了？停了！没有！我要跟他们一起。好了，你是一起的吗？你不是吧？我刚跟他们一起的，他是一起的。哦，可是现在可以打了吧？是什么地方？够了吗？有人怎么在水里载浮载沉呢？你要先去找。我有想法，我有想法。对啊，我去找他了。诺主播，不要找我啦！对不起啊！这几个在干嘛？不是，我们可以看人，可以看人，可以看人。他们会看到人，慢慢来。可以打我们，诺英还活着啊！诺英一定活得了，诺英没问题。拜托，不要啦！需要业绩，需要业绩。那个鸭只剩一颗半，打那个鸭。我那三个抽完了没？那个鸭快要结束了。没抽，没抽，没抽。米米你还活着啊？你好，你怎么抽率爆的好烂哦！他这个不是、啊哎？那我给你这个，你让我再打一下就是。哎、欸，不见了，不见了！哇，拿吧。没关系，这有发光，有发光，三个人在那，扁他们，扁他们。帮你打，帮你打，帮你打。他们是辛苦辛苦打工人啊！辛苦打工人不会跑、啊，我们不会跑的。我真的会跑的，我真的会跑的。哎、欸，你们可以拿，三个腐肉可以抽一发。哦，好。这些人怪怪的啊。在玩什么？好玩哦。所以，你啊，米米粒，米米粒，米米粒，活下来，活下来。为什么拿不到啊？生气，打一下。米米粒，活下来。鬼拿不到，鬼拿不到。生气打一下！啊！我死！我死！你成为我同类吧！同类吧！我想要熊熊熊熊熊熊一滴熊熊一滴！哪里啊？熊熊！等一下！快！这里！那高了，我不会。这里！你在那边等，。这边的这个位置，在这个位置等。OK， 好，那你去。帮你打，帮你打，哪里啊 ？No！ 杜比。抢！抢！抢！到世界外啦！剩下打僵尸了，是不是？完了，是打工了，剩我们了，剩打工了，剩你们了。胶片好像卡住了，超水。那边回去就没什么很很好。你被江湖骗子了，被骗走了。他江湖骗子啊，你不要骗了。反正就是打那个僵尸会有腐肉。我打到那个，我拿到一瓶抗火药水，你们要吗？有抗火药。他的血超厚，他在拐骗我们。我只有多四个而已，我没了。好了，下一局再抽吧。下辈子再抽吧。下辈子再抽。对，他别这么臭。哦，雨月怎么还用蹲的？慢慢来哦。当然啦、啊，看到那里在放的。哎、欸，我发现我知道点，雨月几乎都知道啊。之前这些点我都没玩到过。上一场我才去过那里玩一次。然后开场我就把那个诺英跟孟娜传走。我就在下面说：“哎、欸，恭喜中奖！”奇怪。但你那边如果早一点看到你，说不定有机会可以把你传走。
因为他走的路径好像会先很靠近那个按钮，然后如果有机会就可以直接把他按走。哦，啊，这个四年的地图都还可以找到各种的新东西。打工人，打工人。打工人那是例外啊，因为那其实正常你很难打工，因为没空啊，你打的话就被大家打了，嗯，对啊，哎，换东西也还好，反正他有很多的指令区是可以去的，户外区，然后甚至很到指令区 ，OP， 还有虚空区，啊，那边有些地方有洞，没错，我走一走，我还没开始我就掉虚空了。哦、差点就按到了，至少还可以再拖时间。啊，我换一张，换一张。1.21，一点二一，油管好新哦，好新哦。玩这么四年过了，我们刚刚4年就过去了，时间过得很快，哦、好快哦，好快哦。但我们依旧18岁，一瞬间。坐时光机来到了二一，上个厕所。那有没有买好黄金？没有。四年下来，你就变大富豪了。4年前哪有钱买黄金、啊、今年就涨爆了。然后去年跟今年就差很多了。来，我们再给他一次机会，也有准备好 Plan B， 不担心。听起来是一个很担心的地图。原本不担心，但上次就爆炸了。红绿灯，没有错啦。麦克风测试，一二三，麦克风测试，一二三，比较大声吗？有。比较清楚，清楚，可以听到我们爹爹的声音，爹爹。他们刚刚说我声音跟蚂蚁叫一样，哦，有，刚刚确实有点小，有点小声。你说，差点就要改种族了，四角广度，真的，差点就要从老鼠变成蚂蚁了，红绿灯。小蚂蚁，来这个几月跟木木没有玩过红绿灯，现实有没有玩过啊？没有，因为那要朋友。哎、欸，有啊，上次有玩到，哎、欸，不知道算不算玩到？上次的不算玩到，在大厅啊，在大厅。没事，我们都是你们的朋友，都可以来红绿灯啊。游戏就像现实的红绿灯，鬼来抓你，那你要被抓的时候，你可以身上会有那个红灯物品栏会有，那你就是手上拿着红灯 Q 出去，你就会红。对，那同样的，其他人要给你绿灯的话，就是靠过来，然后他们丢绿灯，你就会现形，你就解除红灯啊，就可以继续跑。OK， 对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游戏。那它只是绿灯，记得它会抖动。然后鬼的武器也会抖动，大概就是这样。我掉到了，这是什么丢到这些东西啊？然后我记得他的武器有新的，又怎么了？又怎么了？又要搞东西了是不是？没有，我只是说阿小在讲话，我们这边讲有点吵，对，我嘘一下。那你是什么？掉杆就掉杆，都掉杆都掉杆，是不是掉杆有问题？钓竿有问题，不要钓，都不要钓。不专心哦。目前鬼的武器有新的，我好超长锁链。哦，这不晓得会如何。他说攻击距离有10个2点的伤害。锁链，好不好？锁链的康宁。对，如果是打蜘蛛可能会伤害加倍，所以这个大家自己小心啊，锁链杀手要准备了。好好好好，那游玩的模式我记得还有一些 buff 可以改哦，鬼的 buff， 鬼比较大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是超大的鬼，大鬼大鬼大鬼打小朋友。那小洞大鬼进得来吗？我不知道。哎、欸，他
它是 buff 对不对？一定都是强化版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没问题。真的有问题，我们再来看看。好，完了就知道。那我们公园走起。